受到外围环流影响，风浪还是相当大。在屏东东港码头东流线全日停航，有小琉球乡亲一早要回家，来码头扑了个空。带你来听稍早访问。你要登去小琉球？系啊。啊，唔知。今日拢无开诶。唔知今仔日无开哦。系。你唔知讲今仔日无开船？我唔知。哦，今仔日昨落迄度无开啊，今仔日哎呀风介大，无开安尼啊。往返东流线所有航班，包括泰富、蓝白、大福，还有联营处。考量航线安全，今天全面停航。至于明天是否复航，带你来听业者怎么说。明天观察应该是会比较好一点，所以明天是会正常行驶的。因为航程大受影响，有的旅客相当不理解。其实昨天东流线也是一度停航又复航，引发不少人抱怨。不过船长坦言，昨天浪高达到3米，船身倾斜45度，航行的时候浪大到都快坐不稳，还是尽力将旅客安全载往目的地。虽然行程受到影响，不过安全还是最重要，只希望旅客能够多担待。